韩国银如女神台湾打卡谢宗狂客榴莲超涮嘴。27岁韩国女星身世经外形清纯甜美，又有低罩杯好身材，是韩国演艺圈著名的童颜巨乳女星。她去年拍完韩剧《黑骑士》后，趁着空档到处旅游，上月到日本度假，今踏上宝岛大开吃戒，在一上传和紫面线、芒果冰等台湾小吃照，还分享客榴莲的影片，大赞榴莲好吃。他趁着新片准备开拍前四处玩乐，足迹踏遍西班牙、东京等地，今转移阵地到台湾，在一个分享庙宇、士林夜市、芒果冰和紫面线、榴莲及莲雾等象征台湾的旅游照，不忘打卡台湾、台北，不怕行踪曝光。他还尝试新鲜榴莲，一口接着一口，比出大大的赞，直说吃起来不像水果。